老师应该霸道嘛，忘掉了了解。了解已经心里不平，希望从今以后安分守己，要再兴兵来援，将你个菜鸟变成我的兵，对马步飞走，小弟。一岁当得数宝贝，希望你数，我代表士官向他深诉义理，感谢了刘秀叔，出关事情重大，希望你数，我马上就叫回转。要叔在先不便到刘秀将人送到，好好保护兄弟，准备回转。小妹一直得胜，只要讲你这是五十间的配，托你下去内中初中实验考秀三分。